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朱立伦，这是化身为阿伦师，他教导新移民包肉粽。这个你都相反啦，谁谁爱进来对啦，这个黑啦，爱安尼啦。穿上红色围裙，朱立伦化身为阿伦师，现场指导起婆婆妈妈包肉粽。要绑脖结，不能绑子结哦，因为小朋友就这样一拉就可以打开来吃了。一边动作一边叮咛，要包出好吃的粽子，可是不能打马虎眼。朱立伦还透露自己的独门厨艺，从小当妈妈的乖儿子，好好孩子哈。还是训练有素啊！我还会包水饺哎，哦，我还会做包子哎，都是从小妈妈训练出来的哈。朱立伦秀厨艺，蔡英文则是体验麦芽糖的好滋味。除了美食，蔡英文阵营还推出黄金的发言人阵容备战，朱立伦如何因应？欢迎大家所有的小市民都来当我的代言人啊！那我想我们还是坚持我们的脚步啊，勤访基层。据了解，朱立伦阵营已经在密集寻找发言人对象，锁定一男一女、年轻又熟悉宪政的人，最慢会在6月底公布，准备应战。民视王佩文、简世峰台北报道。